可乐鸡翅可能您吃过，老铁，但可乐皮虾估计你没吃过吧？又一个，啊，挺不错的，这黄，味道还不错。公的啊，公的肉也挺多啊，这是公的，刚才带刚是母的，是不是流哈喇子了，老铁？说的就是你，没给我双击呢，给个双击，有时间来我家，管吧，安排。这个叶灵。哎，干杯一小锅，哎，皮皮虾啊，哦，完了，太肥了，你看，哦，高鼻肉都多，我最喜欢吃皮皮虾的，这个也是抹的。这还抹了，找公的，找公的看肥度啊，这公的，肉在上面，现在就是吃皮虾的季节，铁子，哎，我了，哎，我了，过瘾死了。出海刚回来，犒劳一下自己，葱姜蒜爆香啊！八爪鱼、大海螺、皮皮虾，来，狮子螺，你没有见过这螺，我也第一次吃。还有星啊，可怜宝宝，一起下锅。可怜老抽。放点酱油，放料酒，放点醋可以去腥啊，可以去腥。放入生命之船，大火五分钟啊，哥。学会了，铁子，学会给我点双击呗，点双击啊！大火收汁，五分钟即可。来，老哥，大狮子螺，见过没有？特别漂亮。看到没有？想不想要这个壳的？主要这个壳漂亮。啊，我这么难拿吗？行，这个壳老铁给我个双击评论，你想要这个壳，我给你送过去。这么难开吗？我操！下视频开吃，下视频没有吃，没有开开它啊，换工具了，我就不信了，开不开你？那煮熟了你还不想？狮子螺啊，这个东西有没有？这个应该也是干吧。好吃，第一次吃这玩意儿，好吃。特别有嚼劲，这个黄没出来，水条、黄条、壳子，给我拼，给我装进食用出来，给你。今天海螺大丰盛，来个不一样的。有点尴尬，咱下一轮开始啊，哥，焦糖的海螺第一次吃，你上去睡了。
天天海螺都是爆炒的，今天换口味。哎呀，今天海螺大丰收啊，换口味。雪碧的。尴尬了。下次没开机啊，尴尬尴尬尴尬，哎呦我的妈。山鱼干吃，宽敞我哥，谢谢了，点个双击，锅盖呢？